期待今天，结果好声音降低了。其实我走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蛮感动。有没有有点累？快乐，快乐。我现在就是我专程从云林，我们故乡上来台北参加这个同学会。现在的我是台北，然后故乡两位。我现在就一直在台北的中和极光路。极光路啊。喂喂喂，啊你，你说我未婚人挂起来行了，先来挂起来。啊，专工挂起来。你两未婚人办代志，我专工挂起来对啦。我今麦大部分的时间是会当去陪爸爸妈妈，是陪，不是照顾。哎，年轻的爸爸妈妈。好嘞。哇，这照顾好，哎，好漂亮，太夸张了吧？哇，一二三，等一下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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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，对，等一下，照顾好。所以有时候我的孩子也长大了，我就会回去南部住大概一个月两个月，然后再上来台北住一段时间再回去，然后现在。啊，你也刚住到位？我也刚住啊，是哦，乡中山西路84号。中山西路，我才知道。中山西路，我都哇，阿胖啊。江中桥对面就是中山西路啊。秋香，你听。是啊，我做介绍过，你家里无？家里无。做啥地方的啊？哦，啊，你现在就吃饭过无？爸爸，现在就吃饭过无？真正非常欢迎哦，来参加咱的同学会啦吼。啊，嘛足有心的啦，未婚就定啊挂起来哦。哎呀，希望哦，就会啦，搁办活动哦。那资料留好势，那个公安站，爱去甲资料留好势，后摆哪咧办活动哦。第一个通知，因为离婚的，我看收到吼，系啊。阮家是住伫中和。中和，你讲龙龟。嘿，啊，所以我台北后住，会刚好安尼。啊，你讲龙龟好。袂使讲啦。袂使讲，要来找你，无要来找你。打电话就好啦。系啊，中和，你讲龙啦。诶，住中和袂少个呢，来中和个兄弟来。住中和个兄弟，对吗？哦，对，我中和了袂少嘞。结果是隔了，隔了附近啊，拢唔知。系啊。所以今仔日我遇到足侪亲人诶。啊，真好，恭喜你哦，40多岁啦哦，啊，等下尽量吃，尽量啉哦，啊，起来，大家敬酒哦，要一个一个来哦，啊，敬杯啊，要一个一个来，都在一个一个敬来。哦，好，啊，另外在吃红酒，大家庆祝。